午，东方卫视大型励志音乐真人秀《中国梦之声》呢举办了大型的开播盛典。《中国梦之声》呢是以全球知名的音乐节目《美国偶像》为蓝本，邀请到了四大音乐导师坐镇，其中呢有流行天后李玟、韩红，还有综艺教父之王的王伟忠。在盛典现场呢，最后公布了最后一位我们的音乐导师，他就是全民偶像黄晓明。那另外，美国偶像第八季亚军亚当兰伯特和亚洲舞王罗志祥将作为中国梦之声的招募大使出现了活动。据悉呢，这次的发布盛典现况呢，将会在5月19号晚上在东方卫视盛大播出，一起来关注一下。伴随着招募形象大使亚当兰伯特的天籁之音，中国梦之声发布盛典拉开帷幕。